吊那马，那条草系米狗摆喺梳打浮福龙身界做路举出身嘅逼云下。老娘同佢走真系同人唔同命，同姐就唔同病㗎啦。兴哥，我呢种生活系唔怪得你怀疑嘅，但系我讲出嚟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原谅我。因为当时义勇军缺乏子弹。 就冇办法好想啦，我就想到牺牲我自己嘅色相，到嚟呢树做交际花，博取敌人嘅金钱，买翻子弹嚟攻打翻敌人。同时，我又喺呢树做女间谍嚟打探敌人嘅消息。我呢种牺牲嘅精神，都系完全为咗国家设想嘅噃。 喂，大爸爸系嘛？我逼追啊！实现咗一切嘅计划都成功啦，你快啲去找人，假扮音乐师啦！系，而家何敬草去咗董司令部商量放阿清霄的家人出嚟啊！ 而家我喺呢处等佢翻嚟回复我咧。哦，系咁话啦。嗯。喂，李忠烈，哼，原来你系一个女间谍，你一切嘅家奴，我都知晒啦。你知道咩？哦，你想趁你个主人唔喺树，你就胆敢嚟欺负我。你欺骗我主人？ 我就要欺负你啦，咪？边利同我啦？哦，你想非礼我？唔得，我连屎都不能一辱嘅。你答唔答应我？嗱，你唔答应我，掹枪啊！咁啊，唔心急啫，睇下先至讲啦。 你种卖国贼、无耻嘅汉奸，胆敢嚟犯我玉洁冰清系嘛？我能屎都唔乜肉噶。